样的明星，不一样的内心独白，最真诚的声音，最动情的故事，最期待的新作，最亲密的距离，都将首次发布分享。这里是非常六加一特别制作，非常新发布。你的泪光柔弱中带。男女十二重唱，我有一个老搭档谢里斯，大家看到，哎呦，这俩人是不是两口子呀？你把户口本给我呗。要户口本干嘛？要结婚。什么？说歌手里边，我很少能看到说这么会跳舞的女人。现在向后转，看看你。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你可以。有请发布嘉宾王杰石。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好！爽爽爽爽！哎呦哦哦，哎呦哦哦，哎呦哦哦，走你哦哦哦哦，就这个 feel 倍儿爽！看什么都痛快，今儿不就是爽？哎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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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哦哦哦哦，就这个 feel 倍儿爽。累得够呛，这把子岁数还跳呢，是吧？大家喜欢这歌吗？会这点赞舞吗？咱们来一下好不好？这个 feel 倍儿爽，倍儿爽，爽不爽啊？哎，我就不能说爽，我有点累，不过大家高兴就好啊。哎，今天来到这儿，心里啊特别高兴啊，特别高兴。这样吧，咱们
还得把今天这个干什么来了啊，得跟大家说说啊。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的特别节目《非常新发布》，我是王杰石。我相信啊，现在啊，20岁以下的朋友也认识我了。为什么认识我了呢？就是因为这首《倍儿爽》，是不是？我想咱们25岁以上的朋友们，那就应该更记得我了。你们曾经在校园里啊，应该上学的时候啊，就听过我唱的歌，所以咱们啊，都是老朋友了。我是从1978年就开始唱歌了。到现在大家算一算啊，我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唱了36年，是吧，唱了36年了。那么在这30多年当中呢，我唱过大概有200多首歌吧，200多首歌。那么今天呢，来到这个舞台上呢，我就想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想每个人呢都有人生当中的许多第一次，那么我呢也不例外。应该说我是第一个啊唱这个流行歌曲的男女生二重唱。大家问了啊，说您唱二重唱，什么叫二重唱呢？二重唱那起码得两个人，对吧？没错，我是男女二重唱啊。二重唱呢，说到这儿呢，跟大家就分享一下二重唱都有哪些这个艺术表演形式呢。第一，我们这个男女生二重唱啊，中间可以这个男女对唱，他一句我一句啊，男女对唱。还有一个呢是轮唱，他先唱我后唱，然后或者我先唱他后唱。还有呢就是重唱，重唱什么？唱和声。刚才我说了半天了啊，我是唱男女生二重唱的。那么男女生二重唱我有一个老搭档啊，他是谁呢？大家知道吗？谢丽斯。那时外婆拄着杖，见我是千金万，他这姑母走向一回温暖的澎湖湾，一个叫一个小女一串小默契的习惯，直到一个吞没我那个回家的路上。我们是合作了31年的老搭档啊，因为我们那年代啊，不像现在似的啊，这个一上网，微信这绯闻都出来，不是，这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那时候资讯不是很发达，因为我们俩经常在电视台演出啊，舞台演出啊，大家看到，哎呦，这俩人是不是两口子呀？告诉你啊，还真不是，哈哈，我们就是搭档啊。因为大家对这个可能是，哎，一看男女生跳舞啊，这个有什么合作，觉得哎，这是两口子。其实这是大家一个美好的愿望，是吧？我们呢，这个是一个这个老搭档，搭档了31年啊。那时候呢，我记得有一天呀，谢丽斯来团里了啊，他跟我说，哎呦，王杰石啊，我在这广播里啊听到了几首台湾校园歌曲，特别好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放的。哎，我说咱们能不能听？他说能，咱们俩一块儿到那个电台，我有个同学在那儿，咱们一块儿听听去。然后我们俩就骑着自行车从小西天啊，这个沿着这个二环路骑车一直骑到这个复兴门，到了电台一听，哟，这歌怎么那么好听啊？然后这怎么办呢？听也记不住啊。然后就跟这个电台的他同学商量，嗯，能不能把这个歌磁带借给我们？说可以，但是你们速借速还啊，今天赶明天赶紧送回来。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磁带拿回去了。那时候没有那个，那时候谁有录音机啊？家里有收音机都很少，是吧？我们团里有，然后用团里的大录音机啊，就一字一句的，哎，就把它都记下来了。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啊，翻唱了台湾的校园歌曲。我记得那时候翻唱的第一首歌呢，可能大家比较熟，叫做《赤足走在田埂上》，大家知道吗？黄昏的乡村道上，大地的溪水太阳照，草也披坚柔的你金黄绸纱，拴住个瓦顶牛羊，枝头是虫儿高唱，炊烟也袅袅随歌腾进家山，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听着脚步噼啪噼啪响，伴随着深深情切的呼唤，带我走回童年的时光。好听吧？哎，当时我们就把这首歌啊，谢丽斯记谱子，我记词，然后赶快找这个乐队排练，排练完了以后就把它放在舞台上演唱了。哎呦，这一唱，我只要洒落一滴溪水才让底，这掌声雷动啊，就这么火呀、啊。后来呢，就录制了我们的第一盘磁带，叫什么呢？何日才相会啊，一共18首歌。当时这个磁带卖了多少盒呢？确切的数字是卖了500万盘。大家知道那时候的磁带是多少钱一盘吗？10块、5块、5块5，你看有零有整的，5块5最靠谱啊！我们这磁带当时是最贵的啊，5块5是很多磁带都是5块5，没错，记得非常清楚。但我们那个磁带呢，是卖的是6块9啊，有零有整的6块9。那时候大家工资差不多都是30-40块钱，你想想。6块9的一盘磁带，占工资的比例差不多1/5吧，应该30-40块钱嘛，1/5。现在大概工资应该都在2-3千、3-4千、4-5千、7-8千都有，对吧？如果说这个小伙子啊，你还没有工作，学生是吧？你将来一毕业以后，你月工资是5000的话，你愿意拿出1/5的钱买我这盘磁带吗？买我这盘磁带吗？愿意，他愿意，愿意，把磁带拿来。1000块钱啊，我这儿有100盘了。当时呢，大家都说啊，这个要缩小城乡差别，是吧？当时农村富起来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那就是每家都有录音机啊，每家都有这个王谢二重唱的磁带啊，这个是，呵呵，你看觉得挺可笑的。现在富起标志可不是这个有一个磁带就富了，是不是？所以说到这个磁带啊，现在也有人出高价买这个磁带，我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来几盘过去的磁带，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我想呢，拿来这几盘磁带呢，我想也非常的有意义啊。这样有几首歌，如果您能唱上几句，这磁带我就送给您了，好不好？你行吗？不行。为什么呀？女士优先啊！我一定要让这位戴眼镜这个有学识女士上来唱几句，因为她我看她说我会唱，一直她在那儿说啊，大家就掌声欢迎她来上台，好不好？那你就给大家唱几句好不好？好，我非常尊敬和仰慕结石老师。今天虽然我一个人来，但是我带着我的父亲母亲对结石老师和谢丽斯老师的祝福和仰望来到这里，我非常高兴。谢谢，祝你的父母身体健康。谢谢，谢谢您。晚风轻呼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醉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两对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
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谢谢，唱的好不好？谢谢。你挑一盘，嗯，我就挑这盘，挑这盘，谢谢，谢谢你。哎呀，还有人能唱吗？能唱什么？乡间小路，少说了一个字儿，乡间的小路，请上来。我妈妈特别喜欢您，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我妈妈哼唱您的歌。爸爸喜欢我吗？我爸爸特吃醋。这事儿。这事儿你回去告诉他别吃醋了啊！这个你说王杰石已经老了，62岁了都啊，吃醋吃了这么多年，差不多就得了。哦、开玩笑啊！对，这乡间小路呢，我时常听到我妈妈哼哼。哦、那我家呢，其实也在乡间小路上。哦。对。那所以呢，哼唱这首歌，对，有点小紧张啊。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陪着夕阳在胸膛，缤纷的晚星才是晚霞的衣裳，喝罢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嗡嗡嗡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居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谢谢。不错，你挑一盒。你的每一盘我都想要啊。都想要，那就下次吧。这个好，这个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说到这里呢，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在那个大家并不富裕的年代，手里没有几个钱的年代，能够拿出他生活费的五分之一来买我的一盘磁带，真的对我这种厚爱，这种支持，真的到现在，哎呀，真是特别的感动，嗯，真的特别感动。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年轻的歌手，哎，都拍 MV 啊，有的花很多钱拍各种各样的 MV 啊。其实呢，跟大家说说啊，我也拍过啊，也拍过 MV。我是84年啊第一次拍的这个 MV， 那时候还不叫 MV， 那是叫什么叫音乐电视。轻轻告诉你，时光，时光，它悄悄逼近，悄悄，它悄悄逼近。我为了花，那小小浪花，为那小小浪花，你可是越过海角来去天涯。哎呀，这是惨不忍睹啊，呵呵。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在那个厦门啊，厦门演出，晚上演出，白天一整天就拍这个 MV。 哎呀，真是挺累的。那时候这叫时尚啊，这个头发有没有造型啊，长就行，演出穿的合适不合适啊，是西服就行啊。
这个眼睛大小没关系，化着妆就行。瞧这妆化的，我的天哪！哎，对，大家看看啊，眼睛一点都不显示小。哎，真是这个看到这些老照片呢，真的想起来那些岁月啊。这个也是让大家了解到那个年代这个 MV 啊是什么样的。这几年呢也上年纪了，但是你想，我这个人比较追求这个时尚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敢于这个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啊。我最近几年呢这个也翻唱了不少现在年轻人唱的歌，你像刚才一上来就来一倍儿爽是吧，还有唱过一叫什么歌也是非常欢快，叫八郎的啊，姑娘啊姑娘啊听我说几句话，哎，这我也唱过，还唱过那个啊，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知道吧。我还唱过那个周杰伦那个菊花台，双节棍我还真不行啊，菊花台可以，给大家唱菊花台，这样吧，菊花台送给大家好不好。嗯，好，谢谢。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唱，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独留我孤单在湖面成双。谢谢谢谢，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也唱了几首歌，跟大家共同分享这种快乐啊，心里特别高兴。那么我今天啊，还是得把我们最最喜爱的啊，最漂亮的我们的主持人朱迅唱出来，好不好？我一见你就笑，朱迅的翩翩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和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我和朱迅在一起啊，我是没烦恼了，他可烦恼了。再次欢迎王杰石老师。嗯，谢谢。太可爱了，我觉得你就像一个老大哥一样，
在跟自己的弟弟妹妹们说着自己的过去。你哪是六十二啊？嗯，你在我心中一直二十六。哎呦，对，我那个虚岁是二十六。您出来把我们都惊着了。其实我们在元宵晚会上也看到了您的这个，看到了啊，有人说特好，有人说特雷人。嗯，您为什么选这么一首高难度的歌？您这岁数唱练的时候不会觉得特别难吗？对您来说，对于我来讲啊，这歌确实挺难的啊。嗯，第一呢是叫什么时间紧，因为你看咱们春晚刚唱的大张伟刚唱的辈儿，刚唱完，后来都到了应该是到了初八初九的时候啊，这个导演组给我来电话，您才练？哎，我才练的，时间紧，而且这歌词呢，也虽然说这个。啊，一哦哦哦，它太多，有时候哪儿接哪儿不是太清楚。还有呢，最难的一个跳舞，跳舞怎么难呢？第一呢是动作，第二个还有一个这个心里有点纠结。我说都这岁数还跟着跳舞是吧？哎，所以您晃悠，这台都晃悠啊！哎，得克服这么几个困难，这么三点。但是演出以后呢，我觉得值得。哦，啊，值得。大家都挺高兴，又大火了一下。哎，这样不光是咱们中老年人爱看，包括年轻人也喜欢。真是，啊、我刚才说了，二十岁以下的小朋友，哎，从那天开始认识我，是吧？但是到底他跳的好不好、我要先给你看一段录像，这是大张伟给你发来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这也是专业的，嗯。大家好，我是大张伟。能够结识王结石老师，是我一生中结识人中最好的结识。那么本身王老师又要唱倍儿爽，这个消息很开心，因为王老师一唱起来，让所有人都非常的快乐。所以说，大家听着倍儿爽，王老师玩的也倍儿爽。其实我跟大张伟啊，在微博上我们俩有交流，是吗？啊，他怎么说您？这个他说呢，他说我是叫零零后的。做旧版，零零后的做旧版，做旧版，对。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真心话大发布。哦，真心话大发布，要问您心里的话了。这里还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当中了。来看看您要面对的第一道问题。好，王哥，这什么人呢？这王哥。王哥，我发现您现在已经是单飞了，不再和谢丽斯一起出来唱歌了。那您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哎，这个问题其实单飞也好，是咱们应该是叫做创新吧，啊，因为跟谢丽斯唱了31年，啊，唱了31年，这几年呢，我个人做的事情稍微多一点啊。最近呢，刚才我不说了吗？我呢也拍 MV 了，哦，哎，也拍 MV 了，就是看看现在的这个 MV 啊，跟过去那个 MV 有什么？我们能看看吗？看一点，来看看跟过去的有什么不同。刚才就憋着想看的，来赶快看一下，哟。在这个 MV 里是说您跟您孩子的故事吗？这里面讲的是好像我听到这里面是两层意思吧。嗯，第一呢就是说作为父亲也好啊，长辈也好，就是对后代的一种期望，一种期待，一个愿望啊，愿意这个孩子怎么样健康的成长。但是这里面大家看到可能年轻人两代人之间他们会有一些看法不同，会有一些碰撞啊，这是这个怎么样该跟孩子相处。我原本心里以为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树还在，孩子你也要加油。有那层含义，有这个意思。刚才我们看了一个 MV 的片段，对，但现在我是不是能够邀请您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好不好？好，好，来，好，掌声欢迎王结石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
请你抬头看，我的孩子，茂盛的树叶会让你看见我的身躯，穿过树叶的微风会让你听见我的声音。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请你向下看，我的孩子，茂盛的树根会让你看见岁月，穿过树根往下看，就能看见祖先。像一股清泉缓缓流进我们的心中，谢谢。谢谢。好，我们看看下一道问题是什么。王老师，我觉得您在舞台上的形象是个老好人，总是乐呵呵的，没见您发过火。您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能发个火吗？我都没见过，你让一老好人发火，你这不是生气的时候？您把我当您孩子吧，然后我要做错事了。您批评我，您发个火。这样你得咱们在对手戏的啊，你得这个让我这个当父亲的来讲呢，这个特别不能理解，能够引起我特别生气的事儿，我这火才能发出来。你说平白无故我哗一就发火，我不知道从哪儿发。爸，我明天就嫁人。这太突然了，你得说。我不行。你说爸，我说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啊？我要结婚了，是吧？好吧。哎，爸，我正炒菜呢。嗯，炒菜。爸真香哎，今天吃什么？一会儿咱鱼香肉丝啊。鱼香肉丝。你爸我做的鱼香肉丝最好，一会儿咱们就吃饭啊。行。啊，这就做好啊。爸。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好，说说，没事儿。啊。你把户口本给我呗。要户口本干嘛？要结婚。结婚。我没听说你有对象，怎么要结婚呢？嗯，这已经是已经好上好什么？太不像话了！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你妈也得，能不告诉我吗？把鱼香肉丝糊了，糊就糊了吧。你吓死我了那一下。不愧学过表演的哈，有爆发力。哎呦我天，这其实我没发多大火，主要我这嗓门可能比较好，这声音大，所以就有点吓人。王志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新发布的现场，是要发布您的新作品。对，能告诉我您新作品的名字叫做？这首歌的名字并不陌生啊，是但愿人长久，是另外一个我的版本的《但愿人长久》。哦，那我们特别期待着这首经典歌曲您的版本的演绎。好的，那么谁会来为王杰士老师来推荐他的歌曲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谁。欢迎黑鸭子组合，大家好。
好人好梦，谢谢三位美妙的这种和声。接下来黑鸭子两位请到台中。好，这儿。要非常正式的为王杰石老师推荐这首歌了，来，请致推荐词，有请。但愿人长久，就像我们跟王老师的感情一样，越走越长久。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喜欢王老师的这首歌曲。真的感谢黑鸭子今天专程赶来，谢谢。台下坐着尖尖鹏，婷婷一会儿发布的时候杰石老师唱的怎么样，好不好？好，谢谢，再次谢谢黑鸭子，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那杰石老师，每一个来到新发布的嘉宾啊，都会给这个舞台留下一份纪念，一份礼物。是，我不知道今天您带来了什么会留给我们这个舞台。哎，我是就把那个我这首新的单曲的一个 DVD 啊，想送给你。 好，太好了，来。这就是王杰石老师的新作品《但愿人长久》。那接下来请允许我隆重的邀请您走上发布台致发布词。好，有请。今天能够在这里站在这个发布台前，心里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激动。那么高兴的是呢，能够把这首新歌发布给大家，唱给大家，送给大家。激动的是，几十年都过去了，没有观众和朋友们的支持，我在今天的舞台上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正是因为有了朋友们的支持，才能够让我在歌唱舞台上能够为大家放声歌唱。所以在这里我要衷心的感谢大家。那么今天我发布的歌名是但愿人长久。我衷心的希望我和
观众之间的感情长长久久。希望我的歌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朋友们永远的支持我，谢谢大家，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王杰时的新作品《但愿人长久》。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谢谢您。好的，特别高兴的宣布，王杰时新作品发布成功。谢谢。有请发布嘉宾安又琪。生活里都是选择要的，只要你是真正。
是出往外，细胞都活了，胆小的都变勇敢，抓不住我宁肯像活泼地都成了男生女生爱生情生，还等什么男人女人的心一样都渴望着，男生女生爱生情生都躲不开最真灵魂，我只想要看你出来，空气中气氛受了橱窗里心声来了，广场上音乐风带着，每个人寻找寻找快乐，衣柜里性感等着，摩天楼灯火亮了，手机里甜言蜜语着，眼前是证明你是我的，空气中气氛受了橱窗里是想来了，广场上音乐风带着，每个人寻找寻找快乐，电梯中气氛醒了，就把你面具摘了，网路上只言相拥着，一切只证明我是你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刚送来的是一首自己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叫做《谈情说爱》。那现在在这里的心情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紧张。欣姐，非常的紧张，因为我其实作为一个歌手来讲，真的是唱的要比说的好听很多，所以我今天非常的忐忑站在这儿，首先我要来一段开场白，哈哈，这段开场白是，这里是非常六加一的特别节目非常新发布，我是歌手安又琪，你们好。站在这里刚刚也说了非常的激动，特别感慨的原因是因为10年前2004年是又琪参加选秀超级女声夺冠的那一年，那距离今年2014年已经有10个年头了。那从那一年开始，很多的观众们知道了选秀两个字，也通过一届又一届的比赛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选秀出来的歌手，那很多人也都叫我为选秀鼻祖，那我也非常开心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事实。那不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准备的那个鼻祖当时的样子好吗？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看到刚才的那个视频，真的让我觉得时间已经有那么久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视频都失真了。所以看到那一年的比赛，自己心里非常的感慨。那其实我是一个地道的东北黑龙江人，是在一个小的城市里长大读书，那怀揣着一个梦想，然后来到了北京。我觉得我来到北京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对，因为我竟然说动了我的父母陪我一起来北漂。那我其实对于10年前那样的一个环境来说，我相信很多的家庭都不敢那么去做。那我很庆幸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支持和理解我的父母，才能够成就我今天这个样子。那在这真的要感谢我的爸妈，因为谢谢。因为我的家庭没有一个人是文艺爱好者，也没有一个人有音乐细胞或者是五音俱全。那其实在当时的那个
那个家庭环境来说呢，其实我应该算是一个家里的一个异类。那从小就非常非常喜欢唱歌，很多的亲戚朋友都问我，哎，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呀？我说我想做一个歌唱家。那时候可能刚刚会讲话，那其实我也那个时候不知道歌唱家大概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很想唱歌。那我想应该是天分吧，是有这样的一个，对，我也说不清楚。那总之后来因为老师的介绍，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考上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艺校。那这样读了两年书之后，发现自己有更大的梦想了，希望可以有更大的舞台去展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倔强很有想法的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服我自己的父母，然后我告诉他我的愿望，非常理智地告诉他们说我想出来看看，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妈说好啊，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去尝试一下，那不行我们再回来。我说好。那其实没想到这一飘就是6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其实在我参加04年超级女声那个比赛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6年期间其实自己参加了很多的比赛，然后也跟很多唱片公司都有接触过。那其实我自己认为我已经尽了我自己最大最大的努力去展示我自己，去为我自己创造机会。那其实6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小女生来说其实是很长的一个时间。那个时候我想我就放弃好了。我刚起念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超级女声这个比赛。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去吧，最后一次。我每次都在跟自己说去吧，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嘛，再来一次。然后我就去了。那其实没想到那一夜之间我就不再是灰姑娘了。就是很感谢。很难得就是有这样的机会，自己一个人站在这里跟很多的朋友讲我自己的故事，也很长时间没有讲了，所以今天有一点激动。就是我很感激我家人跟帮助我的人的同时，我真的要感激我自己，是因为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你可以，你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因为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说人生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好了，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挺骄傲的跟自己说我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也做到了。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唱的这首歌是来自2006年超级女声的主题曲，叫做《唱得响亮》。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在座的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给每一个有梦想的人，希望你们的梦想也可以展翅高飞。世界充满了想象，乘着微风，满心微笑，经过岁月。
我唱的沙哑。谢谢。感悟十年，从2004年到2014年，这十个年头，那又其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做事情其实就是有一股冲劲儿，那我做什么事儿不大想给自己留后路，因为我觉得但凡留了后路，那我可能就没有百分百的专注。那只有在那一刻我想过我自己要做什么，就是在参加超级女声那个比赛之前，我一直在反复的思考，我不唱歌了之后我还能够做什么。那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就去做个设计师，要么就去做一个化妆师，或者我还可以做一个画家。啊，为什么这么说？我想请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的作品，我自己最近的一些画画的一些作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画的，我那双我刚买的鞋子。对，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对，还有吗？我记得我发了很多很多。哦，对，还有一把这个椅子是我家里的那四把椅子当中的其中一把，还有那幅小花，这都是我的课后作业，老师留给我的。对，老师想让我用这个油画棒对色彩有一些了解，因为我想跟老师说我要学油画。那老师说你可以先接触一些色彩，然后再去调，再去用油画去调这个，调出那个颜色。这是我第一堂素描课吧，画的花盆儿，我很多朋友说像弹鱼儿，我说真的是花盆儿。对，感谢生活，也感谢音乐，让我蜕变成了一个大姑娘。去年底的时候，我发行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大爱》，那也是在对自己这十年的一个音乐历程做出了一个小小的总结。每一句歌词都深深地写在了佑琪的心里。希望这样的一张专辑可以记录了佑琪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唱的这一首歌，也是这张专辑里面一首很温暖的一首歌曲，叫做《微笑面具》。来参加我们非常新发布，我还特意的准备了一份礼物，为我们的迅姐准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然后
可以上台来拿吗，迅姐？然后请我的工作人员把礼物带给我。哎呀，我在台下看着我，天哪！哦，这个吗？对，谢谢。对，其实我真的要讲一下，这个不是我不纯粹出自我的手笔，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学生，因为我起了一个大概的形状，然后在我的老师的指导下，然后完成了这一幅作品，谢谢，然后要送给迅姐，希望你喜欢，不要嫌弃。这个角度嘛，大家看像不像？你这个把我画得好甜，谢谢你，谢谢，希望你喜欢，希望你喜欢，一定我可以放在床头陪我。谢谢，一定，来，一定帮我收好，请工作人员帮我收好，谢谢你，琪琪，不会，你太好了，不会，感悟失年，把自己说哭了吧？对，我现在上台来，我还看你眼睛里还有眼泪，还是会有一点泪光。好啊，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对，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真心话大发布。哇，感觉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是不是被公司雪藏了吗？2009年的时候，我们跟韩国一家的唱片公司合作，然后就远赴韩国，在那边待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去培训舞蹈，然后培训唱歌，然后在那边录音，然后在那边拍 MV， 然后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那因为后来跟韩国唱片公司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那后来就没有再合作成功，那整个那一张的专辑其实也没有发表出来，那然后也耽误了一些时间，那可能就让大家说耽误了这些时间，那让大家误以为说又去干嘛去了，然后是不是公司怎么样了，那其实这个行业有很多的不定的因素，对，是一个特别不稳定的行业。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去韩国的时候学习的一些场面，好不好？ OK， 来，别说，刚才他跳舞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那种韩国女孩的那种温柔和妩媚。谢谢，那有点不像东北女孩，你不觉得吗？谢谢。不知道给你一段音乐，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啊！你会跳民族舞吗？如果你这个跳现代舞这方面的话。民族舞我尝试一下吧，因为我小的时候读艺校的时候，主修了民族舞。又请现在向后转看看你。天哪！哎，你知道这个是我们的春晚。你还能做这个动作吗？三道弯的动作。这谁给我拿着的照片好吗？试一下嘛。三道弯，我看看还能弯成那样吗？有吗？还好。来，我们看看下一道问题是什么。哦，继续，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他说我也想参加选秀，但是爸爸妈妈不同意，能帮我支个招吗？怎么才能搞定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理智，然后去并成熟的去看待，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父母的理解跟支持。其实又其能够走到今天，刚才他自己也说了，得益于父母的真的大力的支持，全心全意的付出，知道你今天来到这儿，所以爸爸妈妈也发来了一段话要送给你，我们一起来听听好不好？好啊。啊，这是爸爸妈妈。嗨，琪琪，好久不见了。最近这一段呢，我们都在忙着照顾姥姥，也不能到现场去为你加油。爸妈呢，觉得都挺遗憾的。
从小到大呀，你都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努力的孩子。这些年来，我们更是看到了你对梦想的付出与努力。不管你取得怎么样的成绩，我们都以你为傲。我们希望呢，在音乐上你能做出更多让大家喜欢的作品，生活上能活得开开心心，也希望你学会照顾好自己。如果照顾不好自己呢，就赶快找一个好的男朋友，快点成家结婚，让他来帮忙照顾你。我们看到了亲戚朋友的孩子结婚，真是着急。对呀、希望你能尽快的。现在好多朋友的孩子都结婚生子了，人家也都做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了。我希望你尽快让我们也升级啊。最后呢，我们要祝你呢早日找到你自己的白马王子。最后爸爸妈妈祝你新发布成功。谢谢他俩太可爱了吧。我爸还嘴了我妈一下，哎，该你说话了。赶紧了，把最关键的要说出来。对，爸爸有的时候会羞于像女儿这么直接的表达，但是妈妈还是很直白的跟我们说了，希望真的是希望你幸福。对，他们其实一直都特别的着急，但就是不敢在我面前再唠叨了，真的。但是我也觉得挺心疼他们的，确实说到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年纪，就是应该抱孙子啊或孙女啊然后什么的。那其实我现在还是对。我懂了，还是单身状态。哎，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能聊得来，然后这个人是不是很善良？他能不能够给你更多的温暖跟陪伴？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比什么都重要。我知道怎么才能搞定了。叔叔阿姨别着急，我也替他物色着啊。好的，希望他早日获得真的女人的幸福，这是一辈子的事情。谢谢。好的，我们完成了爸爸妈妈的心意啊，然后看看下一道问题。平时生活中喜欢做什么？我最近有很多的爱好，然后我会去学画画，学毛笔字，然后但是我真对，然后我最近真的非爱上了一项运动，也不是运动，就是烘焙。这是你做的面包吗？这是我做的面包。对，我一直很喜欢吃这种小面包。然后还有谈谈我们。对，哇，这是你做的吗？这是我做的蛋糕，它那个其实那个奶油有一点不成型，就是很难，就很奶油很难打。哦，你说体力劳动是因为它打起来很费力吗？对对，它打，因为如果是电动的，可能是手动的话就更费力一些。哦，对，就是在打那个蛋白，这是做的饼干，这饼干其实是最简单，和蛋挞是最容易学的。你越来越有女人味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点，这就是证明是吧？对对，所以我今天也带来了我的小作品，真的吗？然后给迅姐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太好了，我们正饿了，是不是？来来来，对。啊！你想吃的自己来拿。可以可以可以。哎呀，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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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好浓的黄油的味道。对对对对，那接下来就要到你正式新发布的时间了。是，你能告诉我你要发布的内容是什么吗？就是我刚刚在前面自述的时候说的那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大爱》。大爱。嗯，每一个新的作品都会有自己的推荐人，看看谁给安又琪来推荐他的大爱呢？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庚。很多歌手里边，我很少能看到说这么会跳舞的。对，希望他的这张的新专辑《大爱》也发布成功，也希望他大卖，希望这次的非常新发布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贤子。我觉得安又琪呢是一个身材好、长得又漂亮、又唱跳俱佳的一个女歌手，当然个性上也特别的美好。大家好，我是程野，在这里祝安又琪新的专辑《大爱》大卖。也一会儿跟安又琪认识13年了，安又琪是一个快乐可爱的小女生，支持你哦。谢谢又琪的这些好朋友们。谢谢。那么每一位新发布的嘉宾都会给这个舞台留下一份礼物和心意。我不知道又琪今天带来了什么。很特别，是我自己设计的 T 恤。天哪，
是不是准备自己退休之后真的当服装设计师？可以尝试一下。来，留下你的名字。太好了，这是第一次有嘉宾会送给我们新发布衣服，这是自己设计的，真好，谢谢谢谢。好的，那么又请请允许我隆重邀请你走上发布台致发布词。今天在新发布的舞台上，我要发表的是我的新歌，叫做《大爱》。那里面有几句歌词我非常的喜欢，你看大起大落大有人在，再大放我一彩，谁说大名鼎鼎才是大牌，你大热才是我的大爱。那入行十年，从一个青涩的女孩到一个歌坛的老人，里面有很多的感悟，那希望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我们有更多的共鸣，也希望你会喜欢这首《大爱》。谢谢，谢谢又琪。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安又琪的新作品《大爱》。这份分享，感悟十年，也悟出了这份大爱。是的，有点惨。一切努力都会获得回报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
特别高兴的宣布安又琪新作品《大爱》发布成功。谢谢大家，非常新发布，谢谢大家，不一样的明星发布，我们下期再见。我要正式宣布，今天在我们非常新发布的现场，我发布的内容就是他们俩。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别听这个周围的瞎忽悠啊。老爸老妈，我们去哪里呀？你们俩胆子真大呀，这玩意儿收这样的熊儿得多大胆才能收啊。穿越地